他在表演赛现场状态也会比冯台更好。场地和比赛主办方这边就需要你们自己协商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我们调研过，其实这场赛事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，所以我们这边建议呢，可以多拍一些素材，到时候我们赠送给您一条精美的宣传片还有花絮，您觉得怎么样？那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向前，爱信仰不变，天空过后的每天，为你超越这极限。这个效果和武侠片里差不多。这一次我差点闯大祸，幸好解决了，不过呢还是我没有处理好，对不起。但是我敢保证，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真能保证吗？保证，就意味着你必须做出选择了。有点累，靠一会儿。哦。你干什么？声音太小了。过来一点吧。哦，没事，我不怕的。嗯，那个，我怕。有什么好怕的呀？还是让他们把海报调整一下吧。啊，认真工作啊！那本书做好了，拿给你看。嗯。是不是很大胆？嗯，和之前说的差不多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好，嗯。
刚才和素正聊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哦，刚素正跟我说展会上人形立牌的事儿，我觉得还挺有用的。其实你可以找我讨论的，随时。